我还挺喜欢章子怡的，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人吧。反正，说实在，在我们这中国这个大染缸里面，能够脱颖而出的人都不是一般人了，都是人上人了。所以，我还是挺敬佩章子怡的啊。当然。他的一些荧幕形象我也挺喜欢的，但是他是那种让我喜欢，但是又不会有肉欲的那种，就是不会激发起我性欲的那种女生，知道吧？我一般比较喜欢这种女生，因为一旦能够激发我的性欲都比较麻烦，知道吧？比如说有些日本 AV 的片子的女生呢，就会给我带来一些麻烦了。漂亮跟能不能激发男人的性欲啊，是两种事情。然后章子怡同学刚好就是又非常漂亮，我又非常欣赏，但是又不会让我有性冲动，我就比较喜欢这种女生的。我比较讨厌的就是像类似于周慧敏这种的。